不要把它像，我向来说学习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给我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如果它成为你人生的这种牵绊，觉得有了它都让你生活的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那还不如放弃。因为那么多人不学习的人也生活得很幸福，这个本末不要倒置啊，本末不要倒置，明白？所以说将来的一些生活的压力呢，都是说什么考研了、保研了、出国了这类的东西啊，都不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它很难。现在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啊，我们对于任何很困难的事情要有挑战的精神。别人能学会，我们差什么？他能学会，我差什么？是吧？不要总想着自己不行，但是你想着你有没有努力的足够到。我们老师告诉我们，一个东西为啥斯巴西巴德斯巴达尼从来都不说错？对呀，他告诉我们350遍，一个句子你重复350遍，你不会有问题的，肯定会顺嘴就说出来，也不会说错。可惜你做没做到呀？你能不能保证你这种语法形式用过350遍？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有一个话对要求叫 всегда и везде говорить по-русски， 那的，叫你随时随地你要用俄语来思考，用俄语来想，时间长了就变成你的一部分了。Yes 呢？时间长就变成你的一部分。所以，与其在那儿痛苦，不如静下心来背点单词什么的，不要往两边看太多。Yes 呢？但是 ，abilite любви， 注意伟大的爱情 ，любовь， а где наша любовь сегодня？ А Юра， где наша любовь？哦。还有这才能呢，大六百的，小名六百，大名叫刘波夫。刘波夫什么意思啊？爱情。真的是爱情吗？哎呀，其实这个刘波夫在俄语当中啊，绝不是一个，比如说学生赠我一个东西啊，大老远的从彼得堡托白老师捎回来的一个瓷盘子，很沉的，说买礼物这样买是有问题的啊，给别人增加负担。大老远还怕打碎了，又出境又入境的，整一堆盘子，一个老师送一个，烧回来。但是你记住是什么吗？老师们的确是并不觉得这个东西很贵重，叫 не дорог подарок， 礼物并不珍贵。но дорога любовь， 礼轻情意重嘛，老师也这都知道啊。любовь 这里能翻译成爱情吗？情意，情意、心意、关怀，都可以翻译成 любовь。дорога любовь。达拉嘎达拉过也咱们学过吗？珍贵的达拉过也，达拉嘎是它的短尾形式，达拉过也，达拉过也还可以带呼语，当成呼语的 Yura 达拉过也莫也，亲爱的，是吧？女的呢就可以说达拉嘎呀，达拉嘎呀，玛利亚布拉基米拉夫娜，亲爱的黄老师，是吧？达拉嘎呀，达拉嘎呀，达拉过也，它可以变成短尾叫 Dorak， 捏 Dorak， 把 Dorak， 达拉嘎 ，Любовь。这种形式在俄语当中叫做短尾形式，形容词可以有长尾，就可以变化的。还有一种不变化，直接按阴阳性、阴性复数来的，叫 дорога любовь。怕你们串，老师就把长尾先写上 дорога 呀， дорога 呀变成短的形式叫 дорога любовь， 是单数阴性的，是吧？ дорога любовь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对他来说，这份关怀对我来说是珍贵的，所以叫礼轻情意重。любовь 不要把它单独的翻译成爱情。刘波夫骂街里是什么意思啊？刘波夫骂街里，骂起骂街里，母爱啊，母爱。所以刘波夫是爱的意思，是关怀，是疼爱，是关心，而不只是爱情。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孩子们，语义的不同语言当中的同一个词的语义是不是总是重合的？不是这样的。翻译的难处在于什么？在于这种词义的不对应，让你如何来把握，你把它这种不对应发挥到什么样的情况才是一个适度的翻译，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明白吗？ school 好翻，学校就是学校嘛，我觉得这就是大学，一对一的没什么说的。但是如果一对多，像刘波夫这样的，它对应爱情，对应母爱，对应感情，对应关怀，对应关心，这些你给它发挥到，再往下怎么发挥它才是，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地方。Любовь， 注意它变格的时候重音往后挪，叫 Любви， 波不要发出俄音了啊， Любви， Любви， 就是这个波呀，它是一个爆破音，知道什么叫爆破音？爆破音叫瞬间完成， Любви， Любви，
你要把它拖长，六不阿弥就不对了啊，六不弥，六不弥，六不弥，其实就是舌，就是嘴唇使劲碰一下就走就行啊，六不弥，六不弥。再就是一音要注意，六不弥，六不弥。我咋是上下使劲？我觉得你们是左右使劲，怎么六不弥？总要咧嘴，六不弥，六不弥，六不弥。但是期待接巴绍子费多了。苏吉巴起来别个苏吉巴苏吉巴哎的苏吉巴什么意思，这就是命啊，是吧，这就是命啊，苏吉巴大概的苏吉巴起来别个人的命运。但苏吉巴知道还有什么意思吗？俄语还能翻译成什么？什么叫命运？遇见你是命运的安排，梦了这次缘分呢，可以这么翻呢。哎的苏吉巴，苏吉巴那是可以说宿命缘分命运都可以啊。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Так, дальш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Анна. О чем рассказывал этот фильм? О счастливой жизни. О счастливой жизни. Молодец. Дальше, Лена. О чем рассказывал этот фильм? О народных героях. И ранее в этих героях. О народных героях.Народный герой什么意思啊？人民英雄。但是俄语叫 герой город 啥意思？ герой город 或者叫 город герой， герой город。 解释一下Юра， Боря， 不喜欢战争吗？什么叫英雄城二战期间呢？不知道，他懂战争是啊是啊，是二战之后 герой город， город герой， город герой 是中间带连词符的啊， герой город， город герой 都可以啊，叫英雄城市，是二战之后呢苏联政府颁给十个城市的荣誉称号，其中包括哪些啊？最著名的莫斯科、彼得堡、列宁格勒，对，那时候叫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什么欧姆斯克、对，明斯克、基辅，这些啊，这些有没有基辅？没有基辅。是吧，是现在在红场边上的亚历山大园里面都立着这些城市的，所以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啊，不是随便说的。但 герой， герой 还有什么意思？英雄。还有什么意思？主人公，什么里面的主人公啊？小说电影这里面的主人公，女的叫 героиня， героиня， 女英雄叫 героиня， героиня。 你别说英语啊，说英语它不分男女的呀，有吗？有英语的男主人跟女主人不一样，是吧？那男英雄女英雄也不一样吗？ Hero 是男英雄。不是，在英语里，如果分的话，只能当主角讲，没有英雄的区别，英雄就没有区别，当主角讲就有区别。是吧？大家看一下 героиня 女英雄，女英雄。老师再说个例子，叫 мать героиня 是啥意思？英雄。啥叫英雄母亲？多到啥程度？苏联时代十个孩子以上的叫 мать героиня， 生十个以上的叫 мать героиня， 也是一种荣誉称号啊。生十个孩子以上的母亲叫做英雄母亲，叫 мать героиня， мать героиня 也是中间带一横的啊，中间带一横是母亲还是女英雄？女英雄一样的母亲，生十个以上的，生十个以上的。但是 герой 男主角叫 герой，一个主要一个人物都是说从前有一个人，都可以说什么呀？有个这样的 герой 小说里面的，但是，嗯哼，关于美丽的大自然的，三十八小时，但是。я училс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факультете， 前面有点怪啊，调啊，前面调有点怪，但是看一下。在哪个？你们翻译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在你在哪个专业学习？还是过？看一下过去时，你在哪个系念过书？是这个意思啊？你在哪个系读过书？或者你学过什么专业？这个училище啊，一定是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啊，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但是，哎，中音。重说。那
他刚过门把门借借用一种气力服天哪！今天对你老师对你们读的有问题啊！你们这么多人有重音问题。那妈吉妈吉吃斯干，发过来姐姐，前面还有女同学在那说乌吃斯啊乌吃斯啊，本来有了就把不准，前面再提醒乌吃斯乌吃斯。那妈吉妈吉吃斯干，发过来姐姐。妈吉妈吉嘎。最好好用了，俄语、英语是不是也这样说的？就是 matematika。数学家叫啥呀？把 R 去掉就是数学家 matematik。好记单词，俄语其实 matematik。matematika。数学系的大学生知道咋说吗？对 ，student matematik， 直接连在一块就行了，中间加一个什么呀？加一个连字符就行了 ，student magic。你们是什么呀 ？student russist。russist а слово Руси。知道俄罗斯原来叫什么吗？叫罗斯，罗斯俄语叫啥？叫 Руси。所以他现在叫什么呀？所以才现在会有俄国人叫 Русский， 看一下。最早叫 Руси， 罗斯 Киевская Руси 叫基辅罗斯是吧？ Русист 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表示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就是以俄罗斯俄语为专业的人叫什么？叫 Русист。 Русист Галя 需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去看吗？亲爱的 Русист Русист Русисты Русист Русисты 的 Я студентка Русистка 的 Я студентка。伊琳，你要是说什么呀？俄语在表示职业、啊、表示定性的时候，可以用阳性代表所有的，明白吗？比如说，我说我是大学老师，咋说？不说 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你再说 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我就是干老师这行的。至于干老师这一行，就不区分男女，以阳性为什么呀？为界定。你是干啥的？我是翻译啊。Я переводчик， Я переводчик。你这个队里，你这个团队里，你干嘛的？我是翻译啊。这是不是干翻译这行的？他就可以用什么来代表？阳性来代表。但是。На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м филология филология 注意以 гия 结尾的，以 гия 结尾的，在俄语当中很多时候都表示某一个学科。比如说 биология。психология 跟着读啊，要别抄我的单词。психология 的。我这看玻璃在那读的重音不对，看是我标错了。biologia，psychologia， 咱们还学过，химия。是吧 ？химия 化学，很多学科都是一样。география 地理，地理以 ia 结尾的比较多啊，以 ia 结尾的也是常见的啊。大家看一下，首先以 ia 结尾，那么在记它的时候就记住，这样的学科它都是什么呀？阴性的是吧？都是阴性的，都以 ia 结尾的。第六个都得是什么呀？一，是不是这样的？除了这个，老师为什么写在这儿啊？他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把 ia 去掉，重音往前挪一个音节。就是从事一个行业的人，比如说 philologia， 那语文学，什么叫语文学家呀？语文学家，什么叫语文学？什么叫语文呢？汉语言文学叫语文，明白吗？人家俄罗斯就俄语就是啥呀？语文，就这个国家的这个语言就叫什么呀？就叫它的语文。所以莫大的俄语系，莫大的语文系叫 philologicheski fakultet。简称叫 feel fuck， 怎么来的？莫大的人都自己说，你是哪个系的 ？feel fuck 什么意思 ？filologicheski fakultet， 这是俄语的一种形式，就是把
两个词都切一半合在一块也是一个形成一个新单词，为了干嘛？为了简化，谁说那么长都难受啊，是吧？希拉拉一起发布多少个音节啊？就 fuck 俩音节是吧？就 fuck 俩音节。那你看一下，所以说语文首先能清楚啥叫语文，语文就是人这个研究这个国家语言的。咱们这个中国的语文系叫啥呀？都叫中文系。俄罗斯的语文系叫啥呀？俄文系对，莫大俄文系是吧？莫大语文系。对，那语文学家怎么说？其实就是语言工作者，是不是？以语言为专业的工作者叫 philolog， 重音前一个音节 philolog， 是不是？那你们说 biology 啊是生物学，那么生物学家叫什么 biolog 是吧 ？biolog， psychology 啊心理学 ，psychology 啊 ，psycholog， 莫呀，这是 psycholog 什么意思？我爸爸是一个心理学家 ，psychology 啊心理学。明白吗？有个别的不符合这个规律，但这个规律比较多，大家可以记一下啊。重音呢一定要找准了，说去掉一牙重音挪一个音节，嗯，像牙科叫 stomatology 啊就特别拗口的一个，那他就说 stomatolog， 就咱们那个高露洁那个广告，俄罗斯也有这个牙医什么什么什么协会什么保护说 stomatolog 三月对 predlagayot 什么什么，是牙医向你推荐每天刷牙几次什么这样的，一定要用高露洁是吧？特别有意思，你可以到国外去看保洁公司是不是就卖给中国呀？不是，所以你到俄罗斯看什么飘柔海飞丝的俄文版的，你看挺高兴的。我上土耳其看着土耳其版的这些，我更高兴，还便宜接受了。上土耳其我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购物的决定，买了一桶。海飞丝在俄罗斯用了大半年，很便宜啊，很便宜，就是看着保洁公司产品有意思，用各种语言标识的啊，跟各种语言标识的。但是philosophical 莫拉杰斯一看是还是认真的读了 philosophia 是哲学，那你们说哲学家怎么说啊？philosoph 把 e i 去掉，重音前 philosoph malasi philosoph， 回去自己念啊。但是，嗯哼，武器利息加一啊，那个后面 c 要注意啊。武器利息的 c 加一，对呀、啊，要收一收啊，收一收。physics 它 physics 是不是 e i 结尾的？它不是，所以它不符合那个规律啊。physics 跟 mathematics 是一样的，把 r 去掉 ，physics 就是啥呀？物理学家，学物理的学生叫 student physics，student physics。其实俄语有意思，我们说 mathematics 翻译成数学家，是吧？翻译成数学家 ，moi mu shi mathematics。我可不可能把它翻译成数学家，他顶多是一个学数学的。我的丈夫是学数学的，是从事数学这个行业的人，所以中国人喜欢把它翻译成家。那但是中国的什么什么家，它太大了呀，是吧？你能翻译说他是数学家吗？是吧？你只能说他是一个学数学的人，是吧？学数学的人。但是包烧斯的，那个国防部已经没有武器，要就是呢，要就是呢，那个呢，密集的和密集。嗯哼，economic 什么意思啊？经济 ，economics 是经济学的啊，经济学叫 economic。economic 你记一记是吧 ？economic 你肯定不知道吧 ？economic， 那经济学家应该叫 economic， 形容词叫 economicsky， 张开嘴跟着学 economicsky。这放到这样的句子里，大家很多的语音问题开始出现了啊，很多的语音问题开始出现了。这个语音问题啊，王罗姐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回去抓紧弄啊，这两个音。大多数同学这个音都发不好，但是王洛姐连这个音也发不好，明白吗？这个武器欧下不是武器而下，武器欧下，把舌头展开啊，然后包括这个音啊，武器里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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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里呀、啊，武器里呀、啊，那里也没有弱化的啊，你得念清楚，不是武器里西。是乌奇里西，
另外一个调型啊，你们都开始乱念了，你还是最好最开始啊把它念成标准的调型二，这样的话你比较容易把握那调，要么就乱拐了，乱拐了。但是на каком факультете вы учились? Я учился на любительском факультете. Я учился, 别着急，就读得太重了。Я учился, 放松一点。Я учился на юридическом факультете, 法律系啊。Юрист 是什么意思啊？法官就是，也不能说律师的。Юрист 就是搞法律的人，搞法律的人，从事法律行业的人。他还不是律师，律师还有什么呀？还有其他的单词。但是巴绍斯的。嗯哼 ，третьем， 大家看一下 ，третий， 我们说一结尾的应该是什么变化呀？软变化，形容词的变化。这个词是形容词吗？这个词在俄语当中归类是数词，叫序数词，顺序数词。第三的是吧？第一叫 первый， 第二叫 второй， 第三叫 третий， 第四叫 четвертый， 第五叫 пятый， 第六叫 шестой， седьмой， восьмой， девятый， десятый， 是吧？ девятый， десятый，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词三，大家最需要注意的一个，因为它不像我们直接加上啊呀呀呀呀呀，不是这样的，它要先加一个软音符号，然后没有啊了，大家 третий 跟老师读 третий 呀 ，третий 一 ，третий 一，按软变化的变，但它不是像那个出现的是呀呀耶耶一，而是 третий 呀 ，третий 一 ，третий 一。那它所有变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第六格，它就变什么呀？第六格呢？啊 ，третьим， 啊 ，третьим， 软变化，但是什么不变呢？软音符号还保留，软音符号不保留，这就是它特殊的地方啊 ，третьим， 所有的变化呢？所以说那 ，третьим гурсе， 那 ，третьим гурсе， 如果这个六呢看着跟字母像的话，大家就记住哦。третьем, да, а третьем курсе, на третьем курсе. Так, 记住啊 ，курс 这个词，年级要用什么？那，那。翻译一个句子，我在黑龙江大学一年级上学。六格六格，那 первом курсе 就变成那 первом курсе в Хэлонгя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它可以所属的一个黑龙江大学的俄语系的一年级，但是你可以把每个都变成六格，加上前置词，明白吗？я учился на первом курсе в Хэлонгя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重复。大年。Молодец， 是 я учился， 我正在上学，能是 я учился 吗？ учился 是我在那儿一年级上过学。так， так， 练的吧，少斯的。我说用那个年级要用那，亲爱的。嗯哼，я учился。Я учусь на первом курсе в Хэлонгя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Хэлонгянском, 注意啊，这个 om 啊，有 m 音结尾的，要把嘴闭紧了，因为会有一个第三格叫 gam， 这个叫 gam， 明白吗？你要是说错了，它就会串的，将来以后是吧？第三格的时候才是 gam， 对呀 ，gam， 它重音可以，不带重音的时候，比如说 первом 和 первом， 你得分清楚啊。嘴张开了就是带乌了，是三格，不张开呢它才是六格，不要加音，加音的问题将来会影响很大啊。但 курс 这个词什么意思啊？年级的意思，俄语特别有意思的。大学老师叫啥呀？那中学老师叫什么？武器级别。大学的学生叫
student 中学的学生叫 ученик 或者叫 школьник школьник 大学的班级叫啥呀叫 группа группа 是吧那中学呢叫 class 是吧那中学的年级叫什么还叫 class 叫 class 大学的年级叫 курс 叫 курс 那关于课程啊大中学的课程叫 урок 是吧我们通常都叫啥呀 занятия лекция лекция 所以它全套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全套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而我们汉语里区不区分呢不区分大学里的学生叫学生中学里的还叫学生是吧对呀、啊、你只是前面加个限定语但学生就是学生啊特别搞笑的是我们上大学学的第一课就是 Я студентка 翻译成我是一名女大学生中国话从来没人这么说过是吧我是一名大学生是吧中国话从来不区分男女你是男女人家根本不关注所以这个翻译就要弄清楚啊我是一名大学生前面括号女这非常奇怪我是一名男大学生我是一名女大学生啊这个是不要这样翻但是符合汉语的习惯啊期待一报告诉的带 yo 而且没有重音标注的时候它就又是什么啥在 yo 经常是带重音的记住啊 yo 经常是带重音的 chitvirtam chitvirtam 大概是个人那 первом курсе 在一年级啊 курс 有很多意思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家小孩去上各种各样的班都叫啥呀这个各种各样的小学习班都叫 курсы курсы 一般加复数啊什么叫 летние курсы 叫暑期班短训班都叫 курсы 这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外汇排价美元的排价都叫 курс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方针也叫啥呀叫 курс 纲领对 курс 有很多意思啊但是巴少斯达菲多了Так, дальше. На чьем столе лежат книги и журналы? На моем столе лежат книги и журналы. Молодец, дальше Лена. На чьем столе лежат книги и журналы? На нашем столе лежат книги и журналы. Угу.再连一连啊不叫stalie lezhat knigi journaly 都是这样一个停的 stalie lezhat knigi journaly 大概是Молодец 大概是Молодец 大概是大概是 Юра На его столе лежат книги и журналы. И журналы. Так, дальше. На чьем этаже лежат книги и журналы? На его столе лежат книги и журналы. Угу. Так, читайте за мной. Сейчас мы говорим, что на каком этаже находится ваш офис? На каком этаже находится ваш офис?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пятом этаже.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пятом этаже. На каком этаже находится ваш офис?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седьмом этаже.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седьмом этаже. Седьмой, ты чего? Что это, что у меня на седьмом небе? Чамон, чумо, хатя, чучунг, тен, шива. Шама, чучунг, тен, ой, чичунг, тен, чида, шифей, шам, симфу, я на седьмом небе, на седьмом небе. Вот за чичунг, тен, шам, шам, миса, чичунг, тен, шам.就是七呢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他咱们说九人家说七人家说七在七重天上他有很多习惯跟咱们不一样的咱们送人花一定要偶数的是吧俄罗斯人送人花一定要单数的只有上墓地才用偶数的花才用偶数的花跟咱们特别特别的不同啊特别不同特别不同但是那个部门到这呢霍吉斯巴是 office 那个部门到这呢霍吉斯巴是 office 我那霍吉斯那是什么到这我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восьмом этаже.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восьмом этаже.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девятом этаже.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девятом этаже.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десятом этаже.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десятом этаже. 这个要回去记一下啊，一到十的这个序数词，尤其是注意什么呀？三考变格，数词变格，如果序数词肯定考三，因为就它不一样，其他的都是普通的形容词的用法啊。Так, дальше чит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аденька. Об ком говорили эти женщины? Они говорили о тебе. Об ком говорили эти женщины? Они говорили о вас. Молодец, дальше. О ком писали эти женщины? Наю, о ком, а, Володя? О ком писали эти женщины? Они пишут. 这个里奇维亚布拉斯很考验人的，不在家认真看你是做不上来的，是吧？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兑换上去的，前后还有主语什么补语都换了。О ком говорили эти женщины？还可以什么？О ком писали в газете？其实эти женщины完全可以不加的，明白吗？这报道了什么，就可以直接用复数第三人称就可以，不提人称。这个俄语有一个专门的句型叫做不定人称句啊，通常会有一个介в газете。В газетах. Так, дальше, будем人称句. О ком писали в газете? В газете писали обо мне, да? Шибше, обо мне. 注意, писать в газетах, 这个一定要把 в 记住, 为什么呢? 中国总是说报纸上, 但是俄语就叫报纸里。听懂了吗?而且这个时候通常动词不加主语，直接用复数第三人称，就像我们说电视里说什么，广播里说什么，报纸上写什么，都直接说叫 в газетах пишут, по радио передают, по телевизору сообщают, 都是报道的意思啊，都是报道的意思，他不说具体谁来报道的，就直接用复数第三人称，听懂了吗？对，但是Вспоминали эти женщины, они вспоминали о нем. Вспоминали о нем, да? Так, дальше Вика. О ком говорили эти женщины? Они говорили о ней. Молодец, дальше Валя. Говорили о ней. Эй, ты в, не可以, чан зуй, не в. Ши не в, а ши не в, и ты кан чинчу. Так, дальше. Так, читайте за мной. В каких русск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ородах вы побывали? Я побывала в Москве.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Хабаровске. Так, дальше. В как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ородах вы занимали? Я занимала в Москв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Хабаровске. Учились. Так, дальше, Федора. В какой столовой вы ужинали? Я ужинала в вашей столовой. Так, дальше, Анна. Где мама отдыхала? 注意，不要再变了啊！你调研中心已经有了，其他就正常读了就行了。调研中心不在个介上了吗？你不能再用调研一的阿德哈了，是不是？где мама отдыхала？ 安娜。где мама отдыхала？ 念得清楚啊 ，своей комнате。так 练的但是。
啊，那得哈了，啊得哈了，为什么要变呢？啊，那得哈了，跟那一句不是一样的啊？那得哈了，是吧？用努米的练了一宿了。啊，那得哈了。为什么得哈了？那得哈了。В южном городе, да? Так, дальше, Настя. Адыхала, 为什么往下降？老师说你后面调弦一要往下降，阿德哈就往上扬的，为什么都往下降？说安娜阿德哈了，你下面能念下去了吗？后面？安娜阿德哈了，安娜，идет, собрание идет, 你往上去才能是个G下来是吧？你这个啊，对哈了，得稍微往上扬一点，后面才能下。你都已经降到那儿，下面没有办法念了，调就跑了啊。但是三十八小时的。嗯哼，待期待姐，咱们跟老师一块读。莫拉姐三十不错，尤其问句问的特别好啊。经常会就是个新生米了。в том белом здании。Нет. Он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этом красном здании. В этом красном здании. В этом красном здании. 为什么？你问是那白色楼吗？你说不对，那红的。你说重音放哪儿了？是吧？是 красном здании. 说，请问和平饭店在哪儿？和平饭店在哪儿？ Гостиница. Гостиница 是什么意思？酒店、饭店、旅店、宾馆的意思啊。翻译成什么都可以啊，但是现在常用叫 Adeli， Adeli 英语是什么 ？Hotel 是吧？它不是，它叫 Adeli， 它不叫那啥，不一定是英语来的。现在叫 Gostinice， 当然有很多了 ，Gostinice 旅店。В том белом здании， 在那座白色的楼里吗？不，它在这座红色的楼里。它 Юрочи 待机，但是。对，阿诺那活几次还是刚才的道理，阿诺那活几次，那多一物理次，那多一物理次。注意 ，Internet 不叫 Internet 啊 ，Internet 怎么读出来的？啊 ，Internet， 当这个外来语的时候呀、啊，它就不能把前面的音软化，它正常应该读成撇 i 吧？是不是把前面的音软化变成捏，然后后面是哎，但是这个音不能软化，前面只能还能读硬音，就变成啥了 ？Internet，Internet， 对俄罗斯人的英语都是这样。比如说国际频道，他直接说 Канал International，China International， 俄罗斯人不会发日，不会发啊。所以 international 都念成 international， 你也不知道他是用俄语在发这个音呢，还是用英语在说。这 Канал International 就他的国际频道，国际频道啊。但是，那对于物理性 Internet Cafe 指的是网吧在哪儿？是在哪儿啊？在那条街上。但是。Молодец. Знаете ли вы? 一定要上扬的调型三啊，上扬调。你知道吗 ？Знаете ли вы? В каких городах есть метро? В очень крупных городах. Например? В Пекине. В Шанхае. О чем рассказывал профессор Иванов? Айин 回去练啊 ，рассказывал о。不会的话，舌尖不对啊，又不对不对 ，рассказывал， рассказывал， 不要往中间拢嘴啊。Он рассказывал о Пекине， он рассказывал о его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стях。Аллочка， 谁的小名啊？Алла的小名 ，Очка 是吧 ？Вера 老师经常叫的什么呀 ？Верочка， 这都是英辅音结尾的才可以啊。Почему плачешь？Скучаешь о родителях? Да. Очень скучаю о них. Хочу домой. Маша, почему ты не спишь? А сидишь в коридоре? В комнате очень шумно. Родители ссорятся.
ка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вы учились? В ка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вы учились? Я училс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Я училс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О чем ты думал? О чем ты думал? Об экзаменах. Об экзаменах. Саша. Саша. Часто ли ты вспоминаешь о своей школьной жизни? Часто ли? Да. Да. Часто вспоминаю. Часто вспоминаю. Какое счастливое время было. Какое счастливое время было. Как готовят в вашей столовой? Как готовят в вашей столовой? Хорошо готовят? Хорошо готовят. Блюда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Блюда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И вкусные. И вкусные. Где вы отдыхали на зимних каникулах? Где вы отдыхали? 注意啊，在假期那加六个，附加四个都行啊，那加六个附加四个都可以。В южных городах, на курортах, вы выходите на этой остановке?Нет, я выхожу на следующие остановки. Я выхожу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остановке. Эти слов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более простые. Вы уходите? Вы уходите? Нет, я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выхожу. Я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Остановка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Не нужно сказать. Этот учитель не имеет особенного говори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т ничего особенного, чт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обольше чит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И постарайтесь выучить наизусть. 尽量的多背一下。Завтра будем тренироваться по этим образцам. 明天咱们按照这些类型来练一练啊。